我超爱这个课的，超棒的啊！真讨厌，得找个新工作了。看看有什么不行呢？我想要来一个比教书更刺激的，来试试看这个。消防员呢？女佣？我得要收拾孩子弄得乱呢、这就算了。太空人，我穿银色超好看的耶，但是我会想家，算了。歌手哎，这肯定超赞的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谁丢的？说清楚，不然你们通通留校查看。够了，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新的一天，一样的工作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是谁啊？也太多了。就是他。但我怎么找到他呢？我得要像个罪犯一样的思考，该去哪儿呢？该怎么办？我上街找找好了。警察，有个坏女人偷了我的巧克力，我得要检查线索。真的吗？这样办案的？曼蒂，我就知道，超崩溃的了，她吃了我的饼干。我看看啊，她在附近呢。我的饼干，这真的是超轻松的呢。逮到你了。谁关了灯啊？保持低调，多来点零食。再多来点，女士，你有麻烦了。我错过他了，一定要阻止那个疯子。真得多运动，超累的。我看起来真正纯警察，总是坏人乐趣。但他们抓不到我嘞，或者我的帅气布莱恩。瞧那个可爱的脸庞，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。我需要个计划。那是糖果吗？我唯一爱超过布莱恩的东西，闻起来真香。你要去哪里呢？追踪的刺激感真棒，你无处可逃了。这有点怪怪的耶，但是我搞不清楚啊，等不及吃你了。到手了，你是我的啦。你准备坐牢吧你？这阻止不了我的，你等着瞧吧。随便了，这我听过了。结案。真美好的一天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水哪来的？不，救命啊！只是个梦啊。生意真差。我真希望有客人或者有事情可以做。这真无聊，至少我有冰淇淋。嗨，我可以帮你吗？冰淇淋或者甜筒，选一个吧。我还好啊，谢谢。什么？你要去哪？就差一点了。等等，我有了，该来工作了。我需要一个这个。然后做出甜筒，看起来真美。但是再来点满天星吧，超多的满天星。我都要流口水了呢，都是我的喽。那我就把手机给放这儿喽。嗨，各位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。这哪里来的？看好了，当当，来拿你的魔法冰淇淋吧。嗨，我在抖音看过你，我想要一个这个。跑哪去了？你得要快一点呢。把冰淇淋给他好不好？瞧，我拿到了 ，Daddy。终于啊，我付钱了啊。很爱玩啊，我也会，真慢。好啊，我懂得这烦在哪儿了，我还挺享受的呢。来吧，小家伙，我们走吧。下一位，我，超赞的耶！已经早上了，睡得真饱，我可不能待在这边一整天呢，我可忙的呢。
我还得去翻垃圾箱呢。哎，可不能让我裤子掉下来，不然可就尖界了，对吧？嘿嘿。哎，这里有什么呢？这个皮带还真华丽耶！哇哦，我真时尚。啊，是巴黎的最新时尚哦，宝贝，好了，拜。这什么味道啊？天哪！哦，是垃圾桶小姐传来的。你有问题吗？今天你真幸运，我们该来个大改造了。这有可能是我遇过最艰难的任务了。啊，宝贝啊，我们得要处理一下你这些衣服。他们怎么了吗？我是挺喜欢你这个大衣的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首先呢，把你的帽子给丢了。我挺喜欢它的，跟我的造型很合啊。咦，怎样？啊？你看起来真忙。哎，这我垃圾哎。哦，这可以用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有个计划给你。你这有够疯的，女士。哦，这看起来肯定可爱，相信我。哇哦，我整个焕然一新了耶！我看起来怎么样啊？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。等等，有了，把这个给穿上。模特儿得要臭着一张脸才行。我还真幸运，这就是我的预设造型呢。该来摆个姿势了。哦，真时尚哎！他们爱我哎，他真闪耀，赞哎，太棒了，超美的。你们嘴真甜，我爱你们哈！哦，你真是个天生的模特儿呢。打给我啊，约个午餐哈。送餐时间。哦，这个要关上才行。是的，该吃点东西了，我饿死了。啊，好吧，来给你添菜吧。耶，这看起来太恶心了。我不敢相信，这算食物吗？被关在这里还抱怨，那么对哦。天哪，这太糟糕了吧！等等，不要忘记最好的部分——番茄酱。番茄酱，这好在哪里了？太爱抱怨了吧！哦，我忘了装饰，棒极了，这顿饭可少不了它。等等，别忘了剩下的饭菜。一块白面包，好吧，我想只能吃了。那么好好吃饭吧。啊，我不敢相信这里的食物如此糟糕。好的，该试着把它咽下去了。我要吃了，希望这不会毒死我。哦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太可爱了。等等，那可怕的恶臭是什么？不，不，我在监狱里不能有这个。你被开除了，被开除，但是，停下，不要吃那个，这里有更好的食物，别忘了你的餐巾纸。不会吧？看看这些美味的食物，汉堡、可乐，都是我的最爱。谢谢，妈咪，不用谢，可爱的宝贝。好哦，上吧，用热情打开罐子。哦耶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大揭秘了。好喂，你真自然，相机超爱你的。别动啊，超可爱的，我会把你变成明星的。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烹饪秀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杰克，我准备了点别的。超精蛋内容啊，让你边烹饪边欢笑。把蛋给打到碗里面去。哎，这蛋好硬哦，这壳真自我呢。啊，我来换个方法试试啊。来吧，哇，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哎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哈。这次呢，我有好预感。哦，好恶哦。没关系啦哈，我还有一堆蛋呢。这些蛋肯定坏了，这一次，哇，这比看起来还难呢。那是，没事儿，蠢蛋。哎，等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鲨鱼啊！哇，真恐怖的梦哎。啊，我有点饿了，我去看看妈咪。
妈咪啊，我做了个大噩梦，我梦到鲨鱼，它牙齿超大的。哎呦，我只想煮个蛋而已。接着呢，我本来在打蛋，然后蛋壳掉的到处都是，听起来真惨。宝贝，没关系，妈咪来帮你了。你得要呢在碗的边缘敲蛋，就像这样哈。哦，这超神奇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哇哦，妈咪，我可以试试看吗？所以不弄烂它咯，轻轻敲一下。嘿，成功了耶，干得好哦。我再试一次哈。哇哦，哎呦，我抬不动，超重的啦。燃烧啊！好，不行了。好，真弱，停了吧你。怎么会以为中勋是好点子呢？他走了吗？得来补点能量。认真的吗你？吃糖果？想都别想。他得要提振点精神。幸好我可是有备而来的，来享受喽。啊哦，交过来，拿去吧。我对你真失望。我们需要一个冰淇淋休息时间？这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骗不了我的，我死也不是这个。真恶，人家就是想吃个零食嘛。嗯，这哪儿来的？还真怪呢。可以做个冰淇淋啊。哦，好哦。还需要些其他的工具。哎呦呦，真期待呢。啊哦，可不能少了冰呢，材料应该全部都到齐了。想要零食吗？我们照你哦，把冰给加到冰淇淋机里面，加这样应该就够了吧，再加点盐呢。好，或许再多点，把盖子给盖回去，打一打，然后拿开盖子，得加上点调味，那就加点优格。当然还需要的是满天星哦，倒在上面，把盖子盖回去，再打一打吧。真是好主意，成品来喽。好，瞧这些技巧，来喽。谢了，不客气，来看一下吧，试试看看哦。哇哦，看起来可真美味，这才是我的锻炼呐。真糟糕，很壮啊兄弟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等等，把那东西给我，我年轻的时候啊可是超强足球员呐。看好了，哇，我再也不上健身房了啦。听我解释啊。下周同一时间见吗？当然啦。我告诉过你我需要什么，而且我现在就需要它啊。好无聊啊，我在这里没什么可做的。哦，嗨，该把纸扔进废纸篓了。是的，扔进去一个，来记一下一笔，我很擅长这个呢。现在尝试从天花板上来一个超酷的投篮。哦不，好大声哦。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是的，我还在。哦，好吧，我最好把证据藏起来。今天啊，好多工作。好的，该来玩乒乓纸球了，最后的强力一击。哦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不可接受。哦不，哦不，快，假装在看报纸。你觉得你在做什么？哦，嗯，你好，妈妈，如果你有时间玩耍，那么你就有时间打扫，开始工作吧。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哦，好吧，看来我最好快点开始。哎，妈妈。哦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你完成了，嗯，让我看一看，让我们看看。嘿，你牢房里的栏杆呢？哦，我刚才忘记了，继续打扫。监狱最讨厌了。真有趣呢，等等，那什么味道？这披萨超赞的，你好吗，格雷斯？我能吃一片吗？这是最后一片了。啊，真讨厌啦！嗨，嗨，麻烦来点披萨，我们没披萨了。抱歉了，认真的吗？哦，大家都有披萨，就我没有啦。哦，是披萨。是做梦吗？真幸运呢、欸。这留的呢？啊！真讨厌！整个宇宙都在嘲笑我哎、欸！啊！我就只是想要片披萨，有这么难吗？看个电视好了。啊？这什么？我们有插播新闻，披萨都没了。只剩下一块披萨，如果你想要点披萨的话呢，那就太迟了。我们有地球上最后一块披萨的独家镜头，就在博物馆里。真糟糕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哦，有了，我该来抢劫了，真是个好点子。轻巧又安静哦。太暗了，来点光好。好哦，我们该去哪儿呢？啊哈。这肯定很简单，到目前为止还不错，就是它了，地球上最后的披萨都是我的了。哦，它还真可爱呢。好了，我们该来实施计划了，幸好我有准备。啊，看起来真好吃，从中间切开，接着切个角度，切出一大片，把它给拿出来，剩的拼回去。啊，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嘛。有够香的。哎，等等，让我多切一点。那、啊、看起来像完整披萨了，来好好的享受吧。什么鬼？最好看一下披萨。来看看啊。一二。好像没有少哎，我做的真棒，现在可以来睡个美容觉了。完美的工作不在于薪水，而是在于能不能让自己开心。你的梦幻工作是什么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不要忘了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并且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精彩影片哦。